男主角的初恋情人，一个会弹奏钢琴的少女。我根本就不会弹钢琴。小时候我老师教过我，在手背上面放上硬币的话，这样训练可以增强手指的力道。要多长时间才能恢复？大概三个月。三个月？那个时候我的电影都已经拍摄结束了。我可以给简溪做手替，我从小就学钢琴，一般的曲子都不成问题。在导演的房间，我好害怕啊，简溪。谁呀？女演员为求上位，酒店深夜幽会。一天我说袁导强迫你去酒店，我去了，你人呢？你人在哪儿啊？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完全不明白呀？你还有大黄。直到如今，舆论站在谁那边，谁就是真正的胜利者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必再来公司。如果你捧红了简溪，你才是真正的王牌经纪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安心会正式的成为你的经纪人。如果想从沈烟的手里夺过角色，你必须让自己彻彻底底的成为常飞，拥有他的灵魂，才能够打动制片人。老师说了，就一定会有机会的，哪怕是万分之一，我都要抓住他。简溪出事了。你干什么？我是为他好。就算我全身冻成冰，还是想活下去，我可以养好常飞了。你是白痴吗？为了一个角色赔上自己的性命，值得吗？平静的湖面下隐藏着看不见的漩涡，这才是表演的魅力。我很欣赏你的演技，这个角色就交给你了。克洛，别再假惺惺了。你希望我把你的事情都抖出来吗？我最爱的男人竟然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背叛了我。沈小姐，听说你和克洛发生恋情是真的吗？沈岩都自杀了你还不承认吗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你们不要再相信那些流言蜚语了。演艺协会发出通告，要求所有影视公司不得再找你拍戏。现在舆论都像一面倒，大家都说你会成为最佳女主角，不过我是不会认输的。不光是最佳女主角，就连唐飞最终也会属于我。你以为你还是一线吗？可笑。为什么可笑？我们公司都快要破产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因为你拍了好几个月，浪费了那么多资金，你们知道吗？你还是滚出娱乐圈吧。